土地台适合你家里的环境，然后不要因为说看到漂亮的花买回去种死了就没信心。我想请问一下大家哈，你们知不知道自己的家是朝什么方向？比方说有人是坐北朝南，坐东朝西，但是你们会不会看自己家里的方位？因为为什么要先讲到这一点呢？就是因为植物是向光的，那土聚台的植物其实它从需要弱光到最强光都有不同的需求。那因为土聚台是一个大科，它的科别里面每一种植物都有每一种植物不同的需求，所以我们在第一个了解自己家里的方位的话，你就知道你喜欢的那个土聚台它适不适合种在你家的环境。你种下去之后，你有没有办法很容易的照顾它，或者是它根本就不适合你家的环境，但是你要想方法把它变成适合你家的环境。所以这个就是我今天要讲的重点。现场有没有人不知道什么叫土聚台？大家都知道哈。那因为一般我们在花市上，在花市最常看到的土聚台，就是第一个一定是非洲锦，第二个是大岩头。那除了这两样之外，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什么叫土聚台，都会觉得很奇怪。那其实土聚台里面它的种类非常多，那我们通常呢会分成三大类。好，我们分成三大类，第一个就是须根类，非洲锦、喜樱花、金鱼花、口红花，这些都是须根，就表示说它的地下部是长得这样的，像胡须一样一根一根一根的。那第二种就是球茎类，球茎、大岩头、迷你岩头、套筒岩头。好，我们现在流行一种叫套筒岩头，那还有超迷你岩头，这些通通都是跟马铃薯一样，底下有一个球，你只要把那个球控制好，你就可以种好它。然后再来一个就是鳞茎，鳞茎就是我们现在花市上面还蛮常看到，就是花猫。那除了花猫之外，还有长筒花、垂筒花、红毛冠，然后还有一种杂交的，我们叫 joy， 那个都长得很大个，它的地下部就是像一条毛虫一样，那个叫鳞茎。那土聚台分成这三种，我们就去分类它。第一个，你家的环境，太阳从哪里出来？太阳出来的位置很重要。比方说，今天你的家它是坐北朝南。好，那就很可以很高兴的告诉你说，土聚台会最喜欢那个环境。为什么？它整天都有太阳可以晒得到。那对一般我们比较没有那么特殊的土聚台来讲，非洲锦、花猫、长筒、口红花这些东西，其实我们在花市上买得到的，我们都可以在自己这个南，就是我们称为南向的方位，它会非常好种。为什么？因为第一个，植物吃的是光线，其实空气、日光、水，我们最重要的是什么？是日光。因为植物它是靠阳光制造养分，它才会长大，才会开花，才会结果。所以我们第一个要知道自己家里的方位，南向是最好的。再来，东向或是西向。东向的阳光早上从大概5、6点左右就会一直晒到大概中午11点，这个时候的光线它会到很强，可是它很强的时间不长，大概2到3个小时。那西向呢，是从中午大概12点半、1点过后开始一直晒到下午大概5、6点。那这个时候的阳光，因为早上已经晒了一个早上，所以气温会因为它而
升高。那下午的话，我们所谓的西夏就叫西晒，所以我们很多植物其实西晒的话是很难养的。但是古巨台里面有一些植物是适合西晒的，比方说我们讲的沙漠岩头。为什么要叫沙漠岩头？就是因为它像多肉一样，它需要很高的光线，比较少的水，所以叫沙漠岩头。像断崖女王、泡桐这一类的，我们可以称它为沙漠岩头，所以我们可以放在西向的方位去种它。然后北向的光线是最不好的，因为太阳永远照不到它。但是有没有适合的？有，迷你岩头、迷草可以种在北向的方位，因为它的光线需求没有那么的高，所以我们可以在北向种迷你岩头，然后种超迷皮草。皮草就是他们讲的那个报春巨台，但是我还是习惯叫它皮草，因为它的叶面长得像那个就是皮面的，然后我还是习惯叫它皮草，因为它的虚光量就稍微低一点点，所以适合北向的光线。好，介绍一下，这是我们家的两只宝贝猫。那我的头像，我在 FB 的头像就是那一只黑白的那只乳牛猫，找那个头像才是我。写这一个 PowerPoint 的时候，第一个我为什么要写这三点？因为其实很多人是一头热，很喜欢，可是种死了就再也不碰它了。而对我来讲，我觉得很伤心，因为古巨台的花很漂亮，我种了20几年，今天不适合 A 我就种 B， 不适合 B 再种 C。也许你种了 C 之后，你的经验多了，你又可以再倒回来种 A。所以这个是可以去各式各样都可以去尝试的。所以我第一个要讲的所谓的有缘，就是你看到它，但是你不见得买得到它。所以呢，我就建议大家，因为以前我们都是玩那个类似像部落格那种的，那现在因为 FB 很流行，虽然他们说 FB 是老人家玩的，但是我觉得 FB 的讯息很快，你要找花，你要找问题，你要找答案， FB 很容易找。所以第一个所谓的有缘，就是请上 FB， 好，第一个找古巨台同好会，这个会里面就是大家加入社团，很多人就会po一些很漂亮的花，你就可以去看。如果你需要知道这个花哪里买得到，就请加入古巨台交流站，交流站就会有人卖，你也可以争说，我想要买那个流鼻涕，谁有？我要交换或是买卖都可以。所以这两个社团是比较重要，对我们来讲比较重要的。然后第三个就是非洲紫罗兰，这个是专门种非洲锦的，所以也可以去找这个社团。那再来一个就是古巨台小教室，那这个社团是我经营的，因为我希望在那个小教室里面大家可以来找问题、找答案、找方法，所以我弄了一个古巨台小教室。那再来所谓的有钱，不是说买花的人都是有钱人，或是买不起花的都是没钱人，不是这样的意思，而是说你喜欢这个花，它也许是无名的，你会种得很高兴，但是一般有特色的花都是有命名的，都是价格比较高一点的，没有办法在花市或是花店找到这样的花，所以你必须要花钱去买花。但是你花钱买花，第一个你要知道怎么种它，你就比较不会说万一种死了就伤心了。所以这个是我要讲的重点，虽然有钱你不一定种得好它，但是虽然你没有钱，也许你可以把它种得非常好。好，这是个人需要学习的地方。因为古巨台不像一般的草花是让你随便种种就好，它是有一点点门槛。然后再来所谓的有时间，因为我们古巨台分成这三大类，你要照顾它的方式会不一样。比方说
我很喜欢浇水。那我浇水的话，我的球茎、我的鳞茎很容易就烂光光，所以你必须要想办法怎么去克服这个问题。那如果你有很多的时间，你可以慢慢照顾它，像非洲堇，我没事我就可以去修修它的叶子啊，然后去拔拔它的那个旁边的小侧芽啊，这个就是所谓的有时间。如果你没有时间，你就要想办法要怎么照顾它才会照顾得非常好。这个就是刚刚讲的，刚刚一开始讲的时候，我们要知道它所谓的方位。方位除了光线，还要包括它的风向。你如果是，比方说冬天，你北向你要种的时候，北风很强，那你的叶子一定会受北风的吹袭，连同十度以下会休眠。你放在北面的地方，它一吹就睡觉，它就不起来。你温度没有变好，你一定它一定起不来。那如果是你种西向，西晒的时候没有风的时候，你怎么办？你要怎么去克服这个问题？等一下后面就会讲。这个就是我刚刚讲的南下，啊，南下的那个光线它很充足，大部分的植物其实不止古巨苔，很多植物你只要会开花会结果的，都适合这个所谓的南下的那个位置。然后呢，南向的缺点是它因为是全日照，所以你在照顾它的时候，你的介质、你的浇水的方式都会有影响。好，所以我们南向的话，我们就可以比方说种大盆一点，然后土的含量高一点，你就可以不用一天到晚一直浇水、一直浇水、一直浇水。那如果你觉得没关系，我就是爱浇水，水龙头一打开就这样一直洒，像我就是一样，我的阳台就是整个都种，所以我为了我爱浇水，就把所有的介质全部换成多肉的介质，多肉的介质含土量非常低，我每天浇，每天浇它就有湿度，它又不会死掉。这个就是为什么你要知道方位，你就要知道怎么去调配你的介质，调配你的环境，然后去让它长得好。非洲堇这一排全部都是非洲堇。非洲堇对。然后这个就是讲东向的阳台，其实大部分的古巨苔种在东向阳台都还长得不错。好，那只有一些需要光线比较强的套筒、沙漠岩筒，尤其是那个像我们之前大家常常在分享的粉香岩、粉香岩、红铃铛，全部长得高高的，然后就枝头风一吹就断掉了，那个就是因为光线不够。所以像那一类的叫，我们就把它叫沙漠岩筒。那沙漠岩筒就适合放在西向的方位。东向阳台最热的时候，早上9点到11点，我们家的东向阳台9点到11点温度可以到48度。我是放在这边挡着，不要给你。早上的时候，因为它是东向，你是直晒。它在那个两个小时之内，它晒的点，你的温度可能会到多少，要自己测量。我家的是我测量过，到48度。所以这个时候怎么办？有人知道怎么办吗？开冷气。你知道吗？这个如果在家闲闲的，可以做什么动作？拉黑网。然后地上洒水，你水分蒸发，有水蒸气洒在地上，是洒在那个盆子上面哦，是洒在地上，然后增加它的空气湿度，然后拉黑网，它的温度会降一点。但是你不在家，你怎么办？你大家都要上班要工作，不在家怎么办？我就会用白色的网，白色的网就是遮。你看太阳在9点到11点晒的那个位置，像我们家大概这么高，我的植物在这里，我大概植物在这里，我的光线在这么高的位置，我就在上面，就是直接遮白色的，它会遮掉大概一层，所以它的温度就不会到这么高，它可以撑过那两个小时。
好，现在就介绍东向。你们家如果是东向的方位的话，可以把这些花记起来。种这些花适合你家的环境，你只要不要浇水过度。我现在真的要讲一个很重要的重点，就是不要浇水过度，因为很多人种死植物都是因为浇水浇太多。除非你像我一样用多肉介质，它不会含水，它不会吸水，它的吸水量不会那么强，所以是 OK 的。可是如果你是像我们以前最常讲三合一介质，三合一介质你如果浇水太多，它一定死掉，第一年不死，第二年也会死。所以这个是重点。那这一些花呢，它需要的光线还蛮适中的，所以是 OK 的。所以你如果是东向阳台，就可以去找这些植物来种。那可能比方说，其实那这里面就是有一个非洲堇，是因为夏天，它是因为温度的关系，所以夏天需要多照顾它。那其他的话，我觉得是还 OK 的。好，这个是西向，就是刚刚讲的，它下午三四点的时候是温度最强最高，而且它从早上开始一直晒到下午，它你就算是拉黑网，其实也比较难去克服那个高温的问题。那所以如果万一你家是西向怎么办？把植物放开一点，让它每一盆植物中间有缝隙，制造它通风的环境，不要闷着，它就会比较好过。然后这个就是讲，如果我们通常西向适合的断崖女王、炮筒、白香岩、粉香岩、红铃铛这一类，都是喜欢光线，但是不要太多水，所以这些植物是可以适合种在这样的环境，通风。还有底下特别写一个，球茎越大的要特别注意。我们刚刚有名言，种到三寸盆，它的球其实可以到这么大，像马铃薯一样，像一个马铃薯一样。你如果种到这么大，然后在西向的方位的话，你要把那个球露出土面，不要埋在土里面。你露出土面最少要二分之一以上，它比较不会烂球。然后再来就是它需要通风，你要给它每个植物要有一个间隔。这个是北向，刚刚讲的北向，冬天很冷，夏天很凉，冬天很冷，但是光线不够，所以北向适合的植物也有，但是不多。因为为什么？植物就是要阳光，它没有阳光就是长不好，所以这个比较少，比较耐阴的报春巨苔。现在建国花市慢慢的有人在卖，就是我们所谓的皮草。那皮草它是比较耐阴，它可以在北向的环境，它也不会睡觉，它是很 OK， 它是虚根，它也不会睡觉。那底下有特别有注明两个，一个是石斛蝶，一个是锦兰，这两个东西是属于温带的植物，所以它在北向的环境它可以长得非常好，但是它过不了夏天。所以我会特别写一个注明，就是说它虽然在北向的方向可以长得很好，但是它过不了夏天，所以夏天你必须要放在办公室有冷气的地方才有办法把它保住。这两个比较，它需要的光线不高，但是因为它有温度上的需求，所以这两个特别另外注明。那底下那两个现在市场上也没有在卖，如果有的话就是要在那个社团里面，社团里面才有可能会买，因为它的温度限制，所以流通率不高。你的手机没有了，然后再来就是讲风向。那风向就是你知道你的方位，你就要知道你的风。比方说冬天吹东北风，那你的北下跟冬下稍微就要注意东北风吹的时候。为什么要注意这个？因为风会把水带走，所以你的植物会很容易缺水。那它缺水，它不一定是根缺水，它
非洲锦放在大树底下，或者是放在你的那种盆栽盆景很大的盆景的植物旁边，那个它的盆的旁边你就放非洲锦。那或者是说岩桶冬天它会睡觉，那你就可以用闷的制造它的湿度跟它的那个温度可以提高一点，岩桶就比较不会睡觉，因为有时候一睡你又浇水不注意就烂球，第二年你就会收到一个空盆。然后再来光线我们没有办法控制嘛，因为我们的光线是固定的。那再来就是我们的水分，刚刚也讲过了，那现在就是介石种苦苣苔，一开始我们都会说三合一，那三合一的介质你种下去之后，可是为什么有人说哎，五花猫长得好漂亮，可是又有人说五花猫每次种又是死掉，都没有鳞茎收不到，那又有人讲说我连大岩桶都种死掉了，我花市买回来的它一样就这样就死掉了，为什么？因为介质不适合你家的环境，所以你要先买了一两颗，或是有花友分享，就把那一两颗拿来当实验，你换你的介质，今天你可能是1:1:1，如果你觉得它容易干掉，那你就换2:1:1，就是把泥炭土多加一点，它因为泥炭土它的吸水量会比较高。那如果说你怎么觉得它就是长得很慢又长得不好，然后整天叶子就是有一点点软软的感觉，那可能就是太湿。那太湿怎么办？就多增加你的珍珠石或是智石，用那个就是这三个去配。那也有人用赤玉土，其实只要适合你的环境，你用什么方式都可以。那像我时间少，植物太多了，我用棉吸。所谓棉吸就是加一条绳子，用一个盆子，等一下会分享，等一下会问问题，然后就有这个 DIY 包，可以回去练习一下。那所谓的棉吸就是我加一根绳子，一根线棉线，你就放水，它自己爱吃多少吃多少，你就不用管它了。这个就是也是一个节省浇水的一个方式。那可是棉吸也是要有技巧，你也不可能一次用了就马上就说，我不管，我全部一次换。有的适合，有的不适合，有的喜欢，有的不喜欢。所以你可能也一开始也是要慢慢的一颗两颗的去试，试出适合你用的那个方法。这个是讲浇水，为什么要讲一个特别讲一个浇水？夏天天气很热，人都快受不了了，吃一个冰很爽。可是植物它在夏天的时候，它盆子里面的温度通常都34-35度以上。如果那时候我看到花了连连了，我就把它浇水，连蒙头打开直接撒上去之后，它一定受伤。为什么？30几度跟水是大概你从地底下抽出来自来水管的水大概才20几度。你20几跟30几，你冲下去之后，它的根会受伤，一定会。所以我们就要分冬天怎么浇水，夏天怎么浇水。冬天因为天气很冷，水管里的水很冰，室温10几度。那你如果要浇怎么办？先把水就是用一个桶子把它装起来，让它变得跟我们室温是一样的，你再去浇。你可能要放，因为自来水也有氯气嘛，我们会习惯就说反正我就放一桶水，我有氯的时候它就会消耗掉，我再去浇。那因为盆土里面的温度跟我们放在室外的水温是差不多的，所以可以接受。那夏天的话因为很热，我们不可能直接把它浇下去，所以夏天的话什么时候浇？晚上7-8点以后，因为那个时候气温降下来，那可能降到28度吧，你那时候在浇的时候，它就不会到34-35度以上那样的高温去用冷水去冲洗。所以变成说你夏天是晚上浇，冬天可以早上浇。冬天早上浇就是浇你前一天晚上放出来的那个水，就这样。
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苦苣苔需要的湿度大概60到70是最适合的。那我们一般我们的室温，我们的湿度60、70，我们就会觉得怎么样？风湿痛，我们会觉得很不舒服，会过敏，然后就会觉得整个人会不舒服。可是对我们来讲，我们大概50，最多到60就可以了。可是苦苣苔因为它的原生地都是比较属于雨林或是高山。其实我要讲一个，很多人会认为非洲堇就是长在非洲，为什么夏天过不了？因为它是长在海拔2000公尺的高山上。2000公尺有多高？比阳明山还高。所以你觉得夏天去阳明山煮煮好凉，对不对？它就是要那个。所以它的温度、湿度，它都必须要在那个点才会长得好。所以我们常会讲说，有一些过不了的苦苣苔，你就把它闷起来，放在办公室，放在冷气房，它湿度增加，然后它的温度降下来，它就会长得比较好一点。这个是比较困难的方式，因为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这样做，所以我们会建议说，有一些比较贵的，或者比较难买到的，或者是说你特别喜欢的这种方式，会比较好一点。我种了20几年，我一直努力的要让非洲堇不用冷气过夏天。可是我种了20几年，我有没有成功？没有。说真的，我没有，因为我家住公寓，我没有大树，没有墙角，我没有办法把我的非洲堇放在那边去度夏。那我还有个同好叫做王龙，那个网友王龙啊，他今天帮我们拍影片。我跟他两个呢很努力，我们就是要克服，我一定要把他寻望，夏天要过得了。但是最后我们两个都放弃了。为什么？因为非洲堇真的它需要的环境就是那个样子，你硬强迫它，它没有办法一下子就可以寻望。那所以非洲堇里面我们就 只知道我们其实 最知道那一颗就叫康康五，康康五在花市50块买得到，你可以度夏。为什么？因为它已经在台湾已经30几年了，这一颗是最好的度。那其他怎么办？其他就是我像我们刚刚讲的，你很喜欢它，你就是如果真的没环境，你就是把它切叶子，拿去有冷气的地方孵小苗，母猪就放在那里让它去适应去克服。这个是讲非洲堇的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。第一个就是光线，那我们架灯以前不好架，为什么？因为灯管会有热度，你放在灯架上，那个灯管会发热，你的室温会升高，所以对我们来讲，其实量子重是很伤的，不只是伤电费而已哦，还伤植物。因为植物你放在灯架上，它的上层就是直接就是一个小火炉了，你想你的植物会长得好吗？一定不好。但是现在呢，我们现在科技很发达。LED 灯越来越便宜了，而且 LED 灯现在一支4尺的，我买过了，100多块，真的不贵。所以如果你很喜欢，而且你有环境，就架灯，你就直接用灯架，然后把它种。它的光线呢，一天最少12个小时，它一定长得非常好。那如果大家有机会看 FB 的社团，非洲紫罗兰的那个社团，去看一看王龙他们家，他就是用灯架，然后12个小时，他的花从去年的秋天一直开到现在都没有停，就是适合他，最主要就是光线够。再来除虫，我们养在天然的环境，一定有很多虫，有时候是吃叶子，有时候吃花粉，有时候吃花苞、吃种子，还有更恶劣的是小鸟，小鸟会直接来把你的叶子戳破，都不剩很多。所以我现在要讲除虫，除虫的话就是基本上我们住在家里面都不希望用农药，所以
以呢，我的方法，我在我家的方法就是，我会预防性就是喷辣椒大蒜水。太亮了。好，辣椒大蒜水。再来就是，如果万一虫已经来了，我就用回纹露。之前他们都有分享，回纹露就是，就是油1瓶99，哎，我好像忘记了，回去查一下。葵无露，葵花的葵，然后有无的无，然后那个露水的露叫葵无露。那个因为它会阻塞那个虫体身上的呼吸气孔，所以用葵无露可以稍微杀一些不是非常严重的虫，比方说蚜虫、粉介壳，蚜虫粉介壳。一层那个蜡纸，那个没有办法，那个就要拿牙签或是针一个一个去把它戳破。如果真的很严重，建议直接，比方说有叶子修叶子，有枝条修枝条，然后其他的就整个丢掉。不要因为它害了你所有的花，因为它蔓延的非常快。然后还有一种叫做蓟马，中非洲锦会知道它叫蓟马，它就像小跳虫一样，会在花瓣上这样跳来跳去，跳来跳去，然后它会咬破那个花粉囊，它是吃花粉囊的，然后那个叫蓟马。那它因为它每你会看到那个花瓣上面都有那个粉粉的东西在那上面，其实不害虫，不要留它，把所有的花瓣全部剪掉，然后喷葵纹露。然后还有一个重点就是，如果有蚂蚁，一定要把蚂蚁除掉。为什么？因为蚂蚁会带来蚜虫，因为蚜虫是蚂蚁的乳牛，蚂蚁为了生存，它在土里面会筑巢，它筑了那个窝之后，它就会搬蚜虫来吃，所以你一旦有了蚂蚁，很快就有蚜虫，所以一定要记得蚂蚁要先除掉。留一点时间给大家问问题，然后问问题的话，我就送你们一棵植物。哦，先讲一下这个，这个是棉溪的 DIY 包啊，里面它有一个有杯子，然后有底盒，它装水的底盒，棉线，然后还有那个摄影杯啊。是因为哈，这个还要花蛮多时间讲的，所以这个呢，建议大家做个小笔记，回去找 YouTube 啊 ，YouTube 里面那个叫 Vidowang， 看他的影片，他就有教你怎么用这个来做所谓的棉吸。啊，棉吸的话就是我们在盆底下加一根线，然后让它自己吸水，我们就只要把水加到它要的高度就够了。好，不用每天一直浇水，一直浇水。那有一个好处就是，它要吸多少自己吸，它的肥料可以加在水里面，就直接让它去吸。所以它连这个浇水的罐罐都有，这是一个 DIY 包，因为之前它提供给我，但是因为我现在没有用棉吸的方式。那棉吸还牵扯很多，还可以再讲很多。对啊，所以你们可以看一下那个王龙大哥的那个他的那个 YouTube 上面就有介绍，所以可以学到很多。那一般我们古巨台啊、非洲锦的很多相关的上课的资料什么的，王大哥都有把它拍成影片。所以如果你们全部把它都看完一遍以后，你们的功力会增加大概20倍以上。那各位有什么问题吗？古巨台，我们刚刚也讲有三种。好，我先来问一个吧。古巨台分成三大类，谁可以回答？有哪三大类？古巨台有三大类：须根、球茎跟鳞茎。好，我们鳞茎通称就叫它毛虫，因为它长得很像虫。那可是有些人听到会害怕，但是其实它不是。我现在要
成平的，皮草长成平的，石蝴蝶长成平的，锦兰也是平的，它是须根嘛，它是平的，这样往上长的，这几类夜叉很坏。那如果是球根类，球根类的剪枝条用叉的，除了授粉结种子之外，就是用叉的比较快。那有一个重点，迷炎，如果用叶叉，它不容易长球，而且长球会呆球。我们所谓呆球，就是它根本不长芽嘛，就一颗球一直在那边，它就是不长，所以迷炎就不要尝试用叶叉。再来就是鳞茎，我们鳞茎除了那一条以外，我们可以叶叉，枝条可以叉。然后还可以就是弄给它授粉结种子，所以鳞茎类的种法就比其他的又多一点。那不建议非洲锦用授粉，因为非洲锦授粉之后，它开始结花苞要6到8个月。那你这6到8个月你不能随便换环境，你气温高低太多也不行，因为它会流产。Thank you.
花谢了。北斗井一片叶子只长一枝花梗，所以要记得哦，北斗井一片叶子只长一枝花梗，但是一枝花梗上来的时候上面有好几朵花，所以那个是没有问题的。那花通常第一朵会开，第二朵第三朵就不一定，所以你就等于它第一朵开完，你看它第二朵第三朵底下的都几乎都开了，你就可以把那个花梗剪掉。剪掉之后呢，北斗井我们要刺激它长叶子，最快的方法就是把它底下的老叶剪掉。好，那当然你开完花的那个叶子不一定要马上剪，但是如果说你觉得像我们种的话，我们习惯性是维持大概三片一轮，我们会留4到5轮，所以你从上面看一二三一轮啊，四五六一轮，我们留到第四轮之后，第五轮的叶子如果还叶子很多，像我们在花市买其实叶片非常多，你可以把它修掉，修掉以后中间刺激它会长新的叶子，因为只有新叶子才会长新的花梗。岩桐也是，但是岩桐因为它自己会秃，它不需要我们剪，所以你的非洲锦你这样剪掉之后呢，叶片修掉呢，就让它就是用平均肥，先用平均肥，然后让它长叶子，叶子你看到它中间的新叶开始慢慢长出来，已经有在长大了，大概可能是两个月以后再开始给一点点花肥去催它，它就会慢慢花苞会形成。然后等于说非洲锦其实在我们台湾种的话大概一年开2到3次花，如果你在办公室可以开到3次，可是如果是一般的就是户外这样子家庭的环境种，大概一年最多2次，就是因为要等它的新叶子长大，它没有新叶子它就不会有新的花苞。因为有人就会问说，为什么非洲锦买回来开完了花都不掉了，然后等很久都不开花？因为它没有新的叶子让它长花的。好，啊，来拿，问题的来，这个也可以哈，这个也可以。哎，其实我多肉戒指是买现成的，我是在花园城堡，其实在建国花市也有，我就跟他讲我要买多肉戒指，他们都有配好的，里面就有唐山石刺玉骨。像碳的那个有没有？碳的就是那个黑黑的那个像碳的木片那种，我买的戒指都是那种的，对，因为它混在里面的，所以我看到那几样。然后所以就是，其实多肉戒指有很多种，但是我买的那种，我是直接花园城堡买就订来送我家的，我就不用去扛，因为很重。多肉戒指的那个，哦，它里面还会有加石头，对，所以会很重。那在我家的话，我会加就是。1:0.5的泥炭，我的泥炭的比例非常小，因为我是莲蓬头这样子浇的，我所有的花除了非洲锦，我所有花都这样浇，所以我就是用多肉再加一点点的泥炭，但是你要去试你的方你的环境适合什么的戒指，因为有人比方说家里很热，你如果多肉戒指的土比较多，泥炭土非常少，它根部比较透气，它也会比较舒服。只能短暂，比方说夏天我们是有雷阵雨吗？我听过非洲锦搬出去让它淋雨，为什么？因为雨水里面有很多的矿物质，对，它会把它叶子上的脏东西全部洗掉，然后它就是有点类似，比方说我们去雨林，我们去雨林的时候是突然下一阵雨之后就觉得哇好舒服，那你知道吗？一直在那淋完雨就在那晒，或者是说最近都是梅雨季，你就把它丢出去一直淋不行。因为其实多肉本身就是颗粒很大，所以你再怎么样加
他需要比较适合的技巧，还有要注意事项。夜叉的话，七八月的时候不要他。七八月的时候因为很热，如果还要就算是炎童啦，炎童类其实七八月的时候他也是很辛苦。Thank you.
因为他们外面
你可以去那个古剧台小教室吗？你有用 FB 吗？因为我们是有社团。